行了，你还好吗？嗯嗯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哎呦喂，你给我吓死我了！你怎么了？你忘了？咱上瑜伽课的时候，你差流血了，完了又晕倒了，这把你送过来了吗？孩子没事吧？哎呀，放心放心，孩子那肯定不能有事儿啊，是不是？这不大夫在这儿呢吗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吧？在妊娠过程当中啊。 子宫和腹腔本身都是处于充血的状态，他们会变得很脆弱。这时候外界哪怕一点点刺激或者是稍微的运动啊，都会引起它出血。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你的出血呢是咖啡色的，咖啡色的血液呀就说明出血已经停止了，氧化之后变成了咖啡色。你只要多加休息，避免运动就可以了。你就是说我不能做瑜伽是吗？ 对，其实你的体质呢是不太适合做孕妇瑜伽的，所以我建议你接下来要暂时停止这些运动，回家一定要绝对的卧床休息3天。只要孩子没事就行，我就放心了。放心吧，你休息一会儿就可以回去了。谢谢你啊，大夫。小燕儿，嗯，你为什么把我送到这种医院呀？这儿多贵呀！这怎么了？ 你现在这个情况就得住单间儿，就得住私立医院，找最好的大夫给你看，知道吗？老公赚钱就给老婆花的。哎，对了，华山，你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得跟你老公说一声啊？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？不用了，他工作忙。工作忙？ 他不是在国外给你搞什么待产的事儿吗？嗯，对。他在国外吗？无论他在哪儿，他现在都应该过来看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觉得不好意思，我帮你打这电话。我不是说过他在国外吗？在国外，你现在是这个状况，对吧？你必须得告诉他，看他的表现如何。这男人不能惯着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刚才状况真的。 真把我们吓坏了，咱瑜伽老师听你没事了之后才走。小燕，嗯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走吧。我现在哪能走啊？不能走啊！你自己看你这样，你看看有多可怜，你自己看看。我不用你陪着我，我跟你又不熟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？我大老远的把你送过来。 我又等着你醒，在这照顾你。我这是，我哪儿做错了还是怎么的？我不是谢过你了吗？你走吧，我不用你管。真是，我走，我管闲事儿，我管多了，行吧？是我有病，行了吧？ 数据也没办法提取吗？哪怕是一部分也行啊。我们问了很多维修点，都说是物理损伤，而且伤到的就是那部芯片，所以没救。也不是完全没希望吧。我们不是有人证吗？就那个高志鹏啊，不对，叫什么啊？刘浩强那些话，我姐跟何健都亲耳听见了呀。梁律师，您看能不能让何健出庭作证啊？ 如果有录音，何健作为证人说出这件事儿，还有一定的可信度。没录音，这事儿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。加上何健又是明奇的朋友，他的证言被采信的可能性很小。不是，那您什么意思呀？哦，我们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可是我们不能说，说出来没人信，那我们不白跑一趟吗？你先别急。 这是一个辩护策略问题，目前对明奇有利的证据还是很弱，就算把何健作为证人抛出去，胜算也会很小。与其这样，
我们倒不如采取一些技巧，让法院别这么快就下判决，为我们搜集更多的证据，尤其是高志鹏落网，争取时间。那要他不落网怎么办呢？有那么玄乎吗？什么技巧啊？这就是我们律师的工作了。你们今天能找到刘浩强，还让他说出了真相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开庭前这两天，你集中精力准备一下你的辩护词，我呢会抓紧时间去寻找新的证据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事实的真相，请你转告明启，让他别有压力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们知道他是清白的。